的出现你那情，心袂清，意袂定，请你来上这细灵。想想不幸，一片的真心换不一本苦恋经。古早古早，他竟然就在呀呀呀！小红嘞，小红啊，小红，小红，小红，你伫倒？小红，你头一倒啦？小红，你伫倒位？哎呦，我小红无惊，因在去倒。后壁敢若变一个人？啊，敢若是小红？啊，小红，小红，哎呦，小红，你来呀，来倒安尼啦，你别来呀，你倒安尼，安静起来。小红，阿娘要来无管啦。莫看莫，你要阿娘去试试。安怎？想怎？我安怎？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小病小病，小情况就好。哎呦，你小红，你有听到无？你小静养一下就好啊。我安尼好无？我看恁母仔囝真可怜，我无暂时来我遐休困吼，安尼静养一下先。好啊，好啊，小红，行。妹仔，阿娘，阿婆一边对咱静养，咱来去麻烦伊啊。是啦，是啦。这查囡仔心肝袂歹，一定知讲伊得着瘟疫，惊传染互别人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啊恁家吼，安尼坚持我去我遐，啊无恁希望恁呾找一个所在好点了是，啊无来走，啊管你头我食啦吼，啊那啊，你搁爱留食过来啊，提无紧。真感谢，啊无感谢你吼，啊阿娘给你扎头，我转来，来，人咧阿婆吼，偌好心诶，互咱这豆腐呢，咱去送人咧。对阮起疑心啊！刚刚叫你喝阿弟听，你是有听到无？要来无？我咪要弄的哦！甲你讲，你拢讲袂听嘞！龙岩这边已经有人小心抓走啊！要哪里？去个天鹰车做十七个人嘞！伊也走啊，干那去钓龙岩咯？树林，你哪会安尼啦？小姐唔免啦，阿婆，这是我家的代志，我即马代志要办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有什么代志啊？遐个赶紧。师傅叫我把温馨看好，我不但叫我照顾，连我都做阵叫我抓去。我是要安怎跟你见师傅啦？不到我也要讲得清，小看代志，我爱等，连他见。阿婆，你已经耽误我要紧的代志。你就是，我，哎，啊！
收起来，背车啊，也车唔惊好。小哥，小哥，小哥，你来啊，小哥，你靠腰哟，啊人做别人四招个嘛，无你的地，等你靠过大。无啦，我是讲我先学的，后摆输你若是，我唔知会晓教。别，出出出出出，讲什么好笑话啊？恁叔无遐紧死啦，迄阎罗已经甲我放袂记啊，无定气再来啦，去就无得拍一撮。我到我什么地带？叔林，我看你的身体安尼袂堪的，无我先扶你入来庙内底休困一下，我再来去叫大夫叫。
紧的，等什么紧的？竟然在这个时阵出现，若不是顾着苏林，就想要出去好好给伊教训一下。哈哈哈！哈哈！看你们走位都会起味。阿贵，阿贵，心事在悲。看你们走位都会起味。你对伊讲信啦，操作，先别阿再讲。根本是妈祖显灵，今仔是放过恁啦，讲这个。我对你这么深的感情，楚乔，其中两个人已经走了先。拄则不知安怎，突然间伫咧等你。主君嘛，唔知是为虾米，都出去呀。树林，紧的，咱紧离开车。这个所在嘛是有危险，紧的。安尼嘛是算做一件好代志。好算，好算。落车。马祖婆，嘛是因为安尼生，只有修行善业的凡人，才会当得到上天的庇佑，得到善报。落车，多谢你拄只迄种的晴天霹雳。免客气啦，马祖婆，歹势吼，你伫个地盘，我有较加步啦。你做还是我做，也毋是拢共款。你既然已经来到凡间，不如甲四位门神斗阵除魔消灾，为百姓来造福。马祖婆。你有厉害呢，天下无一件代志会使躲过你的法眼的啦！你私自下凡的代志，我会为你踮在玉帝面头前替你公正。真是的，安尼就多谢妈祖婆，多谢你哦。阿伯，这袂用去吃。要哪袂用去吃？这块豆腐我吃过，我得着瘟疫。我不过也要死，我吃好死，看也。真是啊！叫你袂用吃，你就囥咧啦，退来啦，退来啦！小蛋咧，叫你退。无安尼啦，阿伯，我只有一寡银两，你得去买物件吃。小，但不过咱家己都足需要钱咧。安尼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看这个阿伯，伊比咱搁较需要。阿娘，听你的话。这是阮查某囝的好意，你赶紧摕去，摕去无温热的所在，
你进去，我卖个讲啊。家己爱较保重嘞哈。永伯啊，要保平哦，保你这姑娘吼，我早早你身体健康恢复哦，保平保平哦。保庇我明仔日小弟，该求天下重生。我是死还是活，也无什么要紧。家己都食袂饱，还阁顾着别人，苦恼啊苦恼！本三太子既然为着天庭的束缚，煞袂当救这个姑娘，温神是有够可恶的啦！我若无抓到你，我绝对袂当去天庭的。我不好，我无法度再友好你，只有淡薄耐心，阿娘，请你原谅我。小凤，小凤，小凤，你是安怎？小凤，你是安怎？小凤，小凤，小凤，小凤。小凤，小凤，小凤。小凤，小凤，小凤。小凤，小对，我若买少个身躯，安尼伫凡间行动嘛较方便啊。阿娘啊，阿你是咧哭啥？小红，你好啊，你醒来啊？我好啊，你看我真好啊。啊！你来啊！你害阿娘这担心的啊！阿娘哭个安尼。莫哭，莫哭，莫哭。感谢上天，天公伯啊有斗保庇，保庇阮走行好啊！真感谢天公伯啊！天公伯啊，感谢天。阿过，阿过去，相思在飞。深挂一条魂钩，当初恋梦变心自狂，真是了心无。想要逃走，敢有这简单？好，我就带你将你的角度一网打尽。小蛋的，什么？七招要抓蝉，我看后边有臭马啊无？是你，你又搁要起阿神娘？我是拄好为只经过。哦，我知了。你只是拄好为只经过，准备要起阿神娘，然后唔知安怎，去用公园店面食。哼，搞死啦，搞死啦！你着早通转来吼。哎呀，你今仔长好困我，无你嘛较早转来嘞。哎，搞死啊！你搞死！哎，哎呀，我那是电工出电，歹势，我两说我是个不正经的孙仔转来啦。哎，啊你哪早来吃？来来来，你吃来来吃，吃吃吃吃吃吃。哈哈，啊吃吃吃吃。我想想的。想讲我甲你迄个孙啊，也是真袂缘滴，所以我阁无兄弟。你的意思讲答应要甲阮孙啊结拜，我听得对啊？安尼想，安尼想哦。不过若讲讲到我的孙啊，我心肝都艰苦。你是安怎？煞唔知影，少年人唔捌想啦，爱无代无义，爱万花楼，迄个香莲啦。啊！人乡人已经去用俗心带走啊，伊还阁未死心哦，阁伫咧要争哦。哎呦，三尺万叹哦！你是讲俗平去用俗心带走？无啦，乡人啦，我着问迄个万花楼迄老仓乡人无唔对。啊，你讲俗平，无阮孙敢会阁另外去爱着另外一个人，还是俗平咧？俗平，甲乡人是毋是？丁公叔，你的意思是，乡人本来叫做俗平。哦，安尼哦，同一个人吼、
哎呦，安尼就好加噻，好加噻，那爱就一个尔。哦，你想看爱一个就惨死了，啊，若果爱两个哦，搁较凄惨。好，既然到无伫个，在下林刚接过来。哎、欸，不，阮四水转来，你搁坐坐，搁坐坐啦。林刚来无？搁坐坐啦。这是万花啦，我是老苍的啦。哎呀，阿公。好，爹咪，四十有变四十的，我再三的交代，提高警觉。你是不出声的？我看起来你老囡仔真好嘛，还佫足精气的嘛。好啊啦，阿公，拄只迄个张宝伊是来创啥呀？来创啥？你毋是毋知哦、喔，张宝早咧怀疑咱啊，即摆连朱坤嘛犯罪。恁的处境是愈来愈危险，你知无？阿公，恁哪知影朱坤发现着处理？当然嘛知，阿公像恁安糊里糊涂，阿公食到七八十岁啊，什么场面唔捌看过？哼，像恁安尼哦，阿三七安怎死就唔知哦。两边你拢让迄个心闭起，对你的面头前走，伊还佫有甚物话讲？太叔，这实在是因为迄个心闭起武功太高强了。那安尼，恁也无予伊杀死咧？这个新兵，分明就是针对我来。那安尼，伊甲迄个朴树仙的，一定是共党。几乎，海里所遇到，唔知是毋是朱坤所讲迄个新兵客。也毋过，海里捌亲目睭看到迄个新兵客要刺杀朴树仙。哦，太叔，这真有可能是朴树仙的变鬼变怪。所讲的也是真可能啊。也过去好，根据海里所知，已经听地官的了解，朴树仙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，而且已经离开龙皇殿。可能，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化的，所以你所看到也并不一定是事实啊。如果那你的看法，太叔，朴树仙依然光明正大离开龙皇。然后才阁黄脚来走转来，而且根据张公子所讲的，小人认为迄个豆腐店啊是上有可疑的所在。那是上有可疑，人甲掠去。小人也是安尼想，只不过张公子可能有其他的看法。义父，海人是感觉讲凡事拢爱讲证据，若无证据，是冤枉好人。也毋过。这批人阴谋叛乱，而且将老夫当作因是最大的阻碍。无哩，你看这件代志要安怎处理？义父，海人是无哩，为夫在朝为官，深受皇恩，凡事都要依法秉公处理，哪用得存着迄种妇人之仁的心理？上太师。请你来啦。等一下。少年，张公主，你嘛满地甲我看，看甲我拢歹势起来。哎呦，安尼直直叩门，什么朴树仙呢？啊，甲树仙朴嘞，阮这个名连听嘛毋捌听过。啊，你直直问我，我问甲你，我问甲一有一笔，啊，未输讲我甲这个甲朴树仙有啥密切的关系嘞？我跟你讲哦，我食了懵了七八十岁哦，我无法随便跟什么杂波人来往啦，你知无？阿伯，在下并不这个意思。无这個意思，什么意思？哼，讲啥你讲啦？总今日恁祖妈去讨价遐哦，嘛跟你无关系，无恁家的代志啦。哎呀，阿妈，恁哪安尼讲啦？安尼歹听啦，卖生气啊啦。安尼气歹你家己的身体啦。谁人卖生气？谁人卖生气？嘿，我来讲哦，
张公子啊，老生老风老吼，嘛爱注重名节呢，唔是讲老就免注重名节呢。阿伯，算在下讲唔对话，也毋过在下并无甚恶意滴。根据在下所知影的，官家迄个捕头朱坤，才在追查朴树仙的行踪。若是会发现讲，恁甲朴树仙有甚关系，对恁处境有真危险。嗯，啊，要怀疑，咪怀疑别人啊？那阮是善良的老百姓呢。因为朴树仙呢，一日离开龙凤殿，恁就搬来遮。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而已嘛。也毋过，朱坤发现着陈树林的行踪。陈树林又阁是甚物人？陈树林是轻兵要法，而且朴树仙才来保护伊。以此推断，朴树仙应该也伫龙凤殿。阿秋，哎呦，阿妈，阿妈，你冤错啦！阿妈，阿家阿妈才进落去啦，阿妈真痛啦，要死死了，要死啦！是的，阿婆。哦，你爸也唔像指挥我这来，哦，你做嘛就七八十年茫茫过啊，你还敢进落？因为我要抓伊，无我顶悬迄只蜂，无小心再弄到阿婆啊你，阿婆这个囡仔。你去看大夫，是的，是的，足疼嘞，哎呦，足疼嘞。恁两个人应该是无武功的，而且迄个阿婆啊，实在真实的。张公子，太叔是爱好好休。朱坤，我甲你警告，我的代志不准你甲我插手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当我将你两个太叔领头前的时候，再来比看卖，我是你，也是我讲的较大声。我叫孙传。哦。刘伯这人是口硬。但是朱坤啊，这人足阴险、足浪荡的，就足歹应付。所以啊，你袂用去上这个所在，我用叫汉国去救华山，找一个所在，互你避起来。我甲树林斗阵来去。你斗伊就袂能去，汉国会用转来，而且我要叫汉国陪树林去，点么照顾伊。汉国的。一口笨头笨脑，伊是会当创啥？你莫阁啰嗦，我来讲，你若唔听话啊，死到受害者第一人就是树林。树林啊，你到九华山了后啊，无我应准，绝对袂用离开一脚步。啊，静文淑平交你九百里文，就希望恁兄弟啊，从今以后会当奋发图强，将来考取功名。希望你绝对唔能让小平伤心。我知影，要唔过我阿爷，你阿爷代志你最放心。唔管是唔是会当找到你的爹亲啦，至少你阿爷绝对平安无事。看不过一定爹阿红蛋啊！所以，我阿红走，赶紧喊过回头啊！我头前看嘛，应该敢是咱的人。是。我知影，多谢你，树林，将树林放好袂记的啦。我做袂到。
为了我，让你祸国殃民，我只好将你的功夫废掉。沙卡鸟的功夫，想要嫌弃懦夫？你的本事嘛，无什么了不起，干那样偷吃补练尔。看表。暗时也无人，我想要安怎行，就是安怎行。现在刺客已经受重伤，谁也袂让我带兵马出去，将伊甲伊的共党一网打尽。你唔通作聪明，你敢知影伊外面无埋伏是？是，太师公。伯利，义父，为父袂用个离开京城伤久了，所以这个代志全部交予你，啊，会记以静制动。千万都要小心，时间若久，对方自然就会露出马脚出来。是，也阁有对付敌人绝对袂用的软心的，亲像阴暗，敌人来下手也是绝无留情啊。是，太叔，那小人，你继续。去追查陈胜侯的下落，只要会当把握任何的一条线索，就免惊讲袂当将因一网打尽。遵命。义父何时起程回京？即刻动身。开门啦！开开门啦！谁啊？插鬼仔！开门啦！我要买豆腐啦！哎呀，一透早无要卖啊！囡仔，紧开门，我要弄一排啊！喂，无你是倒一间的姑娘，哪这么无架势啊？不要，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阿妈，你当时回来，你奈无甲我叫？我回来看你哦，睏甲一甲甜嘞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着外面讲早来一个姑娘。开门啦！我是要弄一排啊！好啊，你若有本事，你就弄一排啊！奇怪。这查某囡仔应该死啊，哪会阁活着？安尼我唔着弄一摆啊！喂，你到底是啥物人啊？你讲我啥物人？你到底是啥物人？嗯，好食，这是人间第一好食的物件。姑娘，好食是好食嘛，着准在那食。哎，食到伤济时到是会漏屎哦。漏屎？啥物是漏屎？漏屎着。哎呀，啊，就伊巴肚会夹夹困会疼，啊，全是走屎啊！哦，那你得放心啦，我是从来袂漏屎啦。你袂漏屎？啊，那呢？你坐你吃，坐你吃，坐你吃，啊，尽量吃，尽量吃。你人真好呢。喂，啊，无你若爱吃哦，你拢提去外口吃啦，钱拢免拿吧啦。哼，我坐咧吃，坐咧吃较济。喂，你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嗯，那你嘛在问我这個，吃这豆腐都不我都好好吃，我要出来啊！哎，下来！哼！哈哈，歹势歹势，我这孙就是这款个性。啊，我，
老师有淡薄仔代志要出来办者，啊无你免设置哦，看是要泡茶哦，啊要食豆腐，尽量尽量免客气咧，是咧是咧，啊我出来一个，办啦。是有啥贵事呀？阿婆，我怀疑你心上有伤。我心上有伤，啊呜，哎呦，早起哦，你做豆腐的时候就伤了，啊啊，胃拢肿起来。是你。安怎是嘛？你现在没伤？我现在没伤。哎呦，少年啊，你有够够有够袂见笑呢！前面无张着伊安尼，互你弄一两粒，剩一粒尔。哎呦，你是弄了才做，是要我弄？啊，我遐才对我着伤哦，啊，规款弄了，家己着伤，家己伤，家己伤，安尼安尼有感觉无？安尼感觉？安怎？袂见笑，袂见笑，你袂见笑，搞明白了，袂见。如果迄个无心肠人无伤。那个神秘客是甚人？敢讲是迄个姑娘？奇怪，拄只个噪音啊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哪有这么深的功力嘞？喂，一定要探查一个结果。明明已经死了，哪还阁活头条？更加奇怪的是，伊对伊老母死一点都袂关心。嗯，这其中一条原因。这老伙仔阁想要拆穿我的身份，哼，看我安怎来甲伊戏弄。要倒去吼？我要来恁家啊！啊，阮家啊，上好上好，你上爱食这豆腐，阮这豆腐偌济，见菜你食拢免钱的。我要来恁家豆腐上好食，赞哦！行。小姐，我实在是愈来愈不了解阮义父的想法，甲伊做。最干脆的鸟话，互你感觉良心不安是毋是？我知你是甚物人，既然甲侯平弟，为甚物要安尼严严格格？刘公子，你的听力袂歹，你真大胆，迎娶太师袂成，你竟然敢出来我面前？哦，严尊是罪恶多端。好过用命，你恁弟弟朱吉，大胆！情到深深才分开，目眶红红送着你，情到真实情难离，心头浮浮来。情深深，永远不甲放。
相思在彼岸。